校园里大排长龙，等着裁剪。台中新社卫生局吊牌人力，前进指挥所如此大动作，因为有兄妹党学生确诊了。病毒透过清明连假，南北乱窜确诊者陆续浮现，来自台北的亲友入住新社这个家庭，其中就读新社高中国中部的兄妹党接连确诊。另外，苗栗也有一名10岁小三男童染疫，云林则是有一对就读国小的小姐妹，连假和父母北上探亲，被外公传染确诊。回到外县市去看他的外公，那外公因为确诊在新北市确诊，所以这两个姐妹也连带确诊。两个小姐妹就读云林斗六这一间贵族小学，连假结束后曾到学校上课，才上一节课立刻被家长带回做筛检，依照云林县停课标准，只要同校一人确诊，全校停课10天，假使被匡列，校方可自行决定停课1到3天。 连假跨县市移动，病毒难来北往，已经大举进攻校园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来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。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